希望新的一年我同大爷一样咁好朋友。短子啊，佢哋两个好粗鲁噶，我睇你都系要小心啲啊。要我同佢哋一早就好似落咗地狱咁啊，你就好啦，唔使同佢哋一早。What happened to you, my friend? Oh no! 阿哥，我想做队长啊！我希望由我嚟做副队长。各位同学，我想问下你哋有冇咩意见呢？佢哋两个又真系几叻喎！有佢哋两个喺度，我话我哋呢班实赢紧啫。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喺今日嘅运动会度刷新新嘅纪录。我的梦想和杉山同学一起做水手，环游世界，走遍世上每个角落。可以和大野同学一起乘船出海。我们已经一早说好结伴同行。乜要搬到咁远啊？你估我想嘅咩？但系我哋明明讲过要一起读大学噶嘛。咁证明你自己冇用啫。你讲多次。我哋男仔啲嘢唔到你啲女仔理啊！阿母啊，你噶，唔好再讲啦。不过要去噶啦，就要坐子弹火车。啊，要坐子弹火车去噶？我系觉得个心顶住顶住有啲唔开心咁啊。拆散呢对好拍档啦！我求下你啊！班同学仔分开咗，系咪好唔开心呢？小丸子，大野同学，杉山同学永远都系你个好朋友嚟噶。樱桃小丸子首部大电影《大野与杉山》，原装粤语配音，经典高清重现。今个复活节，一齐感动，一齐集体回忆。